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健身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是爬杯的影片。那在我之前分享的都是施瓦女舞啊，或是天女女舞，反正就是一堆有用到蛮多黑水的配置，然后去爬杯。那有些人就会留言说，可是这样的配置呢，黑水花太高了。那就是反正就有留类似的留言啦。那我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今天要爬杯。那你就是用黑水去爬，这才是最快的。如果你不想要用黑水去爬，那你就不要爬了，真的，你就不要爬了。因为你打一打，你打到大概冠军二好了，就可以让你用圣水部队打到冠军二。你之后几乎都是遇到十本跟十一本的。如果你想要拿圣水兵种去打十本跟十一本，如果你用天女，那还有机会。如果你今天女王在休息，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没可能了，除非你双王三十级。好，那。反正你要爬杯啦，你就不要管你资源是多少，真的不要管，你就专心用你最强的兵种去爬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如果你没有，你也不想用，就不要爬了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一个还蛮喜欢用的圣水兵种部队。那这个部队呢，我不会建议拿去爬杯啦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用的，不想要用黑水部队去抢的话，是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那要分享的是这个。这个配置是我非常爱用的一个配置，到现在我还在用哦。来看一下我的配置，我配置的话，看我双王都在，然后我有十字天使，那这个配置很明显就是天女流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女王，没有女王的话，也是可以用这个配置的，只要稍微改一下，天使改成三只，原本四只改成三只，那皮卡原本是两只，你可以改成三只，那法师原本是11个，你改成8个就好了。那我剩下。大概几个空间，你可以多塞几只苍蝇。反正这个是没有女王的配置，那有女王的话，你就用天女就好了。那你有女王的话，可以拿来打十本，打十本就是打外面的，建筑达到50%以上的破坏率，大概50-60%，但是不要打进去。只要不要打进去呢，你就几乎可以达到很高的破坏率。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女王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就不要打十本的，因为你用圣水兵种，你又没有女王，你要打十本基本上是。会吃土的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兵种的话呢，我主要是天女跟皮卡是主力部队。那皮卡攻击速度非常的慢，而且又要打这么多的东西，所以他有可能一进去的话就被火力集中给打死了。那对方又有2个多体地狱塔，你皮卡如果死掉，法师也几乎碰到地狱塔也是输出不了的。所以打这种阵型，用这种配置，我不会建议说你打进去，反正你就绕着外面打。一颗星这样就好了，所以这个配置的话呢，打十本顶多打出一颗星，除非他的主本是放在非常的外面。我说的非常外面，大概是像他现在在这里嘛，可能放在这里吧。放在这里的话，还是可以打2颗星，这没问题的。然后那我们就直接来看我怎么打对方这个阵吧。那对方这一个呢，他算是半死鱼啦，还有一个连弩是没有升级起来的，那还算是一个初始。虽然地狱塔是三级，但它算是一个初始，所以天女再滑的话就会更好滑。不过还是要小心哦，它还是有几个加农炮是有升级的。那因为十本加农炮有升级过，很痛，所以碰到2个防御呢，你就要下狂暴了。好，看我女王差不多快死了，所以我下了狂暴。然后我放一个不用宝宝去清一下盲点，不用宝宝就是用在这种阵型啊，非常好用。因为一开始可以清掉一个防空，这样芙蓉宝宝旁边就没有任何对空的，顶多就箭塔。那箭塔的话又可以打很久，所以这芙蓉宝宝你看它清掉大概4-5个建筑，效果拔群。然后等下碰到女王就下毒药，那这个配置真的还蛮好用的。那它花的黑水量又是非常的少，2只野猪、1只苍蝇，还有一个毒药，大概就花200而已。这个配置还蛮适合那些。不想要用到黑水部队去抢的那些玩家去使用。那至于你看，我现在天宇在滑，你现在已经滑到将近30%破坏率，那剩下的兵呢，要怎么放呢？就是看女王可以撑到哪时候。我大概会等时间剩下1分半以下才会开始放兵。那如果我女王快死掉的话，等下我女王后面有天使，然后你看天使死了2只，踩了2个陷阱，那我这样就觉得说女王等一下。再走里面一点，可能就要死掉。这时候就可以把剩下的兵放出来了。
就多打一些破坏率就好了，不要想着打进去，打进去的话呢，其实还蛮亏的。然后这样破坏率已经达到了60几%，62%，那再加上如果破坏率达到70%的话，奖励就是100，这样你的成本呢就会回来，而且黑水也赚蛮多的。这也可以算是爬杯，然后又可以抢到一些黑水的一种配置，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只能打一颗星啦，就爬杯的速度来说会很慢，而且你要挑阵去打。然后这边我就直接结束了，拿到了73%，那我只有4杯，但我抢到蛮多东西，因为它是半死鱼，所以抢到很多东西，奖励又是100%。那这个配置的话，就还蛮适合那一些不喜欢用黑水部队去抢的。那这个配置真的很好用哦。那之后会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没有女王的配置去打。那刚才那一场我一样是没有带援军的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天女的圣水兵种。OK，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喽。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方提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